平凡今天哦，他的专辑里面的好歌，通通唱给我们鹿港的乡亲听，好不好？好。刚刚这首叫《痛痒》，痛痒，就是吃这个也痛，吃那个也痒。那个不是，那是猪大哥，猪这个也痒，猪那个也痒，哎呦，我一唱，痛痒。啊，你刚刚说什么来的很突兀？那是主打歌吗？爱情很突然，只是专辑名称了，但是专辑里面没有一首歌叫做《爱情很突然》。哦，那主打歌就是《痛痒》吗？不是。其中的一首，接下来还会再介绍别的歌。你比较喜欢的是哪一首？其实都蛮喜欢的耶，下面这一首歌也不错，叫做《缺口》。缺口哈，哎，那个听我有听，我也听不懂，我懂了哈。你在台语，你还讲台语嘞？哎，不太会讲哎，听也塞。听也塞哈，哎，干嘛讲台语哈？对，学台语要学一下，不然你就你也可以演那个像苗可丽啦、侯以军那种本土的哈。可以讲大家好，哎，我是林凡。我是大家好，我是林凡。哎，林凡第一个国语拢同款的哈，对吧？好像是一样的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吃饱未？吃饱未？有吃肉粽无？有吃肉粽无？有无？啊，你袂使讲一定爱吃肉粽无？你袂使讲你有要吃粽无？吃肉粽。对，袂使讲你要吃粽无？吃粽都红粽的安尼啊。好。你听吼，大家吃肉粽吼，咱庆端阳不错哈。端午节快乐。端午节。端午节快乐，讲吼，迄个端午节快乐。端午节。快乐。快乐。我真巧，这嘉宾我可能就巧了。他人长得漂亮，歌又唱得好，那大家给他支持，滚石唱片公司。那今天晚上要参加金曲奖，对，今天晚上要去颁新人奖，因为我11年前入围过最佳新人奖。真的啊？对啊，好久以前哦。那今年有没有报？明年报哈。明年报，去年有入围最佳女歌手了。哦，那不错了，新年希望你明年也得到好的成绩。谢谢。来，再来这首《缺口》，大家给他听看看，包括香港林凡的歌姐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很不简单，从台北骑摩托车下来，你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黑面大哥，谢谢。
个缺口。谢谢。哇，